家好，我是小思维。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圣米尔山城堡，那我们出发吧。啊啊！那是狮鹫，他又过来了，走了。担心，要相信我的技术。小心！啊！好险！马上就要抵达最后的目的地了。这里就是圣米尔山城堡了。哇，就像童话世界里面的城堡一样。看，它还有烟花。走。